好朋友，再做一个啊，简单的广告一个哈。拄只阿姐姐姐姐有讲啥？讲好你无看即马呢？啊，立冬啊，吼，日头还是真美的，所以防晒的动作爱做。防晒的动作安那做咧？等下甲你讲。来，阿伯要上山哈，阿伯哦。你有够啊！哦，你有够老天呢！我就知你在讲啥。啊那啦，靠地油啦。好啦，靠地油哈。好，下个礼拜再起来。好，下个礼拜哈。哎了，啊，要起来就爱打电话来哦。会，我先打电话哈。哎了，看我一句话无。好，阿伯谢谢。哦。啊，大尊你讲啊哈。好，阿叻，我阿叻，老大尊就讲，我就回答啊。啊，你多欢喜啊！你今日有邀请，你多欢喜呀。系啊。啊，无邀请，就爱紧弄起来，那讲弄起来。无你都，你歹讲啊。欢喜就讲啊，阿七他们。万面，每一个人拢有，所以讲天下间无完美的人，嗨你好，嗨。因为呢，他相信自己现在做的事情。我北岛啊，腰吼啊，胃道的问迄是安怎？迄个什么药？酸片？有啦，哎，你的北岛啦，腰胃道问你的胃下水哩。胃下水。有啦，啊，反正你的胃就是无健康啦。啊，迄。哎，姐，你讲七号诶，敢有效？有效。啊，有效。啊，你即马吼，啊，搁给你教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利用暗时要困吼，嗯、啊，遐未困以前啦，嗯、啊，啊，困起你都不管你啊，吼，遐未困以前，你都被甲贴咧，被啦。都会去阳明西施中心检访、嗯嗯、那刚好有一年遇到圣诞节，那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启智中心他们会办一个圆游会、嗯、这个圆游会就是他们募款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、嗯、因为如果在圣诞圆游会没有募到钱，他们大概今年就会很难再募到钱了、嗯嗯嗯、那他就跟那名气骨气焰合体破满一万元即送抽奖券一张，多买我爸问阿姑啦，三一点六公里，来来来。所以你就爱去问那个蒙奇啊，蒙奇啊，二姐姐，拜拜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阿君哦，是你好啊，啊你好阿君，你好，阿玲啊你好，哎你好，啊我好阿姆啦，阿姆你好，我要给你点歌呢，请讲来，哎无缘的结局刚好，无缘的结局哈。嗯，好，再见两百哈，好，谢谢你了，谢谢，来接头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加一挂啊，这是教授特别提醒啦，这是咱们阿无肥大，那肥大这都袂有啊，对，所以咱们保养哦，会当加食这两项哈。